电子书阅读器新机不断，乐天 Kobo 正式发表七寸新机 Kobo Libra H2O。比起原有的六寸 Kobo Clara HD 和八寸的 Kobo Forma 来说，算是中阶机种。苹果新闻网抢先取得实际测试 ，Kobo Libra H2O 延续了高阶机种 Kobo Forma 的实体翻页键及 IPX8 防水等级。弧形机身设计加上四面旋转功能，无论惯用左手或右手都可单手掌握。电源键由机侧移至机背，并改为圆形按钮，开关机更顺手。韧体部分新导入阅读进度轴，可左右拖曳查找内容。同时也新增页面预览功能，长按预览页的左右箭头还可快速翻页。另外 Kobo 机种还独具 Overdrive 功能，从 Kobo 商店中点选台北 Public Library 分页，就可使用台北市立图书馆的借阅证账号密码，免费借阅上千本外文书籍。副刊动新闻台北报道。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，支持他跑得更好更快，属于你的媒体，苹果新闻网。